Text 1. 我们家亲戚不多，我爸爸家的亲戚都住在美国。我爷爷和奶奶住在洛杉矶。我大伯跟我爷爷和奶奶一起住。我有一个叔叔和一个姑姑。他们都住在纽约。每年的圣诞节，我们都在爷爷奶奶家过。Text 2。你外公外婆住在哪儿？我外公前年去世了，我外婆住在上海。你有阿姨舅舅吗？有一个姨妈和一个舅舅。他们有孩子吗？姨妈有一个女儿，舅舅有一个儿子。你常跟外婆见面吗？常见面，我们每年春节都跟外婆一起过。Text 1。 我姐姐长得很漂亮，她瓜子脸，圆圆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和小小的嘴巴，她瘦瘦的，腿长长的。我哥哥长得又高又帅，但有点胖，他大眼睛，高鼻子，大嘴巴。Text 2。 你弟弟长什么样？他个子不高，大概有1.3米。他大眼睛，头发短短的，是直发。他穿什么衣服？他穿红汗衫和黑短裤。他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我买报纸的时候。你别着急，我们帮你找。谢谢。Text 1。 你哪儿不舒服？我头痛，流鼻涕，还拉肚子。你发烧吗？不知道。我给你量一下体温。你发烧了，39.5度。我给你开一些感冒药。你要多喝水，多休息。谢谢您。Text 2。马老师，您好。我儿子王小明昨天下午踢足球的时候，脚受伤了。上午我带他去看医生了。医生说他需要在家休息2天，所以他今明2天不能去上学，请病假2天。谢谢。王太太，2月15日。Text 1。 香港一年有4个季节，春、夏、秋、冬。香港的春天很暖和，有时候有雾，有时候还有雷雨，气温15到25度。香港的夏天很热，有时候有台风，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。香港的秋天天气最好，很凉快。香港的冬天不冷，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。Text 2。
亲爱的东东，你好。如果你暑假来香港，应该带短裤、汗衫和凉鞋，因为香港的夏天很热。如果你寒假来香港，应该带长裤、毛衣和外套，不用戴围巾、帽子和手套，因为香港的冬天不太冷。你最好带一把雨伞，因为有时候会下雨。祝好，小天，5月19日。Text one， 我爸爸是经理，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。他每天穿西装，戴领带上班。我爸爸工作特别忙，还经常出差。我妈妈是律师，在一家美国律师行工作。她喜欢穿连衣裙和套装，她还喜欢穿高跟鞋。Text two， 您想买什么？我想买一双皮靴。您穿几号的鞋？5号半的。我可以试试这双吗？当然可以。怎么样？合适吗？挺合适的，我很喜欢。多少钱？1200块。太贵了，我不买了。Text one， 我小时候住在加拿大，加拿大的冬天非常冷，常常下大雪，气温在-20度左右。我冬天喜欢去滑冰、滑雪。加拿大的夏天不太热，差不多每天有太阳。我们一家人喜欢打羽毛球、排球、网球和乒乓球。有时候爸爸开车带全家人去钓鱼。Text two， 我要买一条运动裤、一件游泳衣和几双袜子。我还想再买一顶帽子。我们家帽子太多了，不要再买了。我能不能买一副耳环？你已经有20副耳环了，不要再买了。妈妈，这条项链很好看，我可不可以买一条？这条项链要15000块，太贵了。Text one， 我今年学10门课，英文、汉语、音乐、数学、电脑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理和历史。我喜欢上历史课，因为老师对我很好。我对历史很感兴趣。我也喜欢学汉语，因为我觉得汉语很有用。但是汉语很难学，因为汉字不容易写。Text two， 你喜欢学哪个科目？我最喜欢化学。为什么？
因为我觉得化学很有意思，老师教的也好。你每天功课多吗？要做多长时间？不太多，大概要做2个小时。你们常常有测验、考试吗？每个月测验一次，每个学期考2、3次。Text 1.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。我们学校叫南山英文学校。学校有5幢教学楼，一个图书馆，一个礼堂，一个操场，一个体育馆，2个篮球场和1个足球场。Text 2. 汉语教室在几层？在3层，在法语教室的旁边。物理实验室在哪儿？在1号教学楼的2层，在音乐室的隔壁。厕所在哪儿？在1楼，男厕所在左边，女厕所在右边。校长办公室在哪儿？在5号教学楼1层，在教师办公室和校医室的中间。Text 1. 我们学校有一个文具店，里边有铅笔、尺子、橡皮、卷笔刀、练习本、日记本、文具盒等。除了这些，文具店还卖小说、课本、卡片等。文具店在5号教学楼里，在1楼，你一进校门就能看见。Text 2. 你有铅笔吗？有。我今天忘记带铅笔了，借给我一支用一下，行吗？行。借你的计算器用一下，可以吗？我一会儿就还给你。对不起，我正用呢。你跟别的同学借吧。好吧。Text 1. 我家附近有一个菜市场，那里卖新鲜猪肉、牛肉、鸡肉、活鱼、活虾、豆腐，还卖各种新鲜蔬菜和水果。我妈妈特别喜欢去市场买菜，她说那里的菜比超市里的新鲜，还便宜。在菜市场，1公斤苹果8块钱，在超市要卖12块钱。Text 2. 你每天午饭吃什么？我有时候从家里带3明治，有时候在学校餐厅买东西吃。你平时买些什么？我通常买盒饭吃，有时候也会买薯片、薯条、炸鸡翅、糖果等。盒饭贵吗？多少钱一盒？19块，不算太贵。你喜欢吃哪种盒饭？我常买咖喱牛肉饭、鱼柳饭、猪排饭等。
Text 1. 我特别喜欢吃零食。我每天都吃各种各样的零食，比如糖果、巧克力、薯片、蛋糕、冰淇淋、饼干等。我还喜欢喝汽水。我知道糖果和汽水对牙齿不好，可是我从小就喜欢吃零食。妈妈总是对我说，不要吃太多零食，应该多吃正餐。Text 2。你早饭吃什么？吃谷类早餐加牛奶，有时候吃面包、煎蛋和香肠。午饭呢？吃三明治、热狗、酸奶，有时吃薯条、杂菜汤、沙拉等。你们家晚饭吃什么？有时候吃中餐，有时候吃西餐。你们家平时谁做饭？你会帮忙吗？一般是妈妈做。有时候吃完晚饭以后，我会帮妈妈洗碗。Text 1。我们一家三口上个周末去吃自助餐了。我们吃了龙虾、三文鱼、寿司、烤牛排、炒面等。我们还吃了很多甜品，有奶酪、巧克力蛋糕和水果沙拉。我们都吃得很饱。我们一共花了300多块，挺便宜的。Text 2。各位好，这是菜单，请问可以点菜了吗？我们都很饿了，我们现在就点。来半只烤鸭，一个炒肉丝，一个红烧豆腐，一个蒸鱼，再来一个炒青菜。要不要米饭？来3碗米饭吧。请问想喝点什么？来2杯绿茶，再来2瓶可乐。Text 1。我家住在市中心，生活很方便。邮局离我家不远，超级市场就在邮局对面。邮局的左边是诊所，右边是银行。市政大楼在百货公司的前面。我家附近还有一个大教堂。教堂的后面是一个小学，旁边是一个公园。Text 2。请问咖啡馆在哪儿？你先过马路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走5分钟就到了。请问去银行怎么走？你一直往前走，看到红绿灯向左拐，再走5分钟就到了。请问附近有医院吗？你在前边的第一个路口过马路，然后往右转，医院就在你的右手边。Text 1。请问去八方购物广场怎么走？
你或者骑自行车去，或者坐公共汽车去。坐几路公共汽车？坐25路或97路都可以。车站在哪儿？就在前面那座庙的对面。我要坐几站？大概坐5-6站，看见一条河，过了大桥以后，在购物广场那站下车。Text 2。我在购物广场买东西的时候，手提包被偷了。在哪家商店被偷的？在4彩服装店。包里有什么？有钱包、钥匙和手机。钱包里有什么？有200多块现金、身份证、学生证和借书证。请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号码。好。Text 1。 我们家最近搬家了，新房子很好，可是楼上的邻居很烦人。我早上5点就听见有人在房间里跑步，晚上12点，他们的电视机还开得很响，每天半夜还听见孩子哭。Text 2。 我就住在楼下，每天早上有人在房间里跑步，对吗？对。你把我吵醒了。对不起，我以后晚一点跑。每天晚上，你们的电视机开得很响，请问能不能小点声？好，我以后注意。每天半夜，我还听见小孩子哭。对不起，小孩子哭，我没有办法。